来吧。我刚开门。哪个里边？这个。没有钥匙了吗？钥匙是个坏的。坏的。没有钥匙了。哎，Hello，喂，哎，Hello，你下午有空吗？米拉公寓有一个换锁芯的。好嘞，可以。行，我把他那个电话给你，然后跟他联系一下，看看几点有时间。好嘞，行，你给我发了他地址就行了啊，或者把他电话发我啊。Nice.